什么是在腰带的下面呢？腧穴穴是在命门穴的右边，两个手指头宽而已，左右各有腧穴穴。腧是哪一个腧啊？但是这一个医生讲的是肾俞穴，位置按摩的位置竟然在腰带下面呢。如果是命门的旁边，应该是在腰带那个位置吧。命门穴说在腰椎第二节那第二穴还是第三节之间呢、啊？